们各位现场的贵宾、媒体、记者及现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莅临我们信雅古典音乐珍藏专区启用仪式。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天呢有一些贵宾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与我们一同见证启用仪式，但是呢，仍然透过视讯的方式来跟我们大家一同见证今天的活动。首先呢，我要先为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现场来到现场的一些与会贵宾。首先是我们的台南市大家长，我们的黄伟哲市长，以及我们台南市议会汪启瑞秘书长，还有我们文化局叶哲山局长，你好，以及我们新闻处苏恩恩处长，以及我们下还有很多关心我们市政的议会的议员们的代表，包含我们蔡旺泉议员服务处的王慧珍秘书，我们沈振东议员服务处的陈怡生特助，我们洪玉凤议员的服务处陈俊杰秘书，我们谢龙介议员服务处的刘宪进主任，以及我们立法委员王碧瑜委员服务处的林建南副主任。今天呢，是我们的捐赠者叶医师夫妇，因为无法来到现场，但是他也委托了他的在台的一些亲友一同来参加我们这次的盛会，包含他的友人就是我们的前卫生署署长李明亮医师，也是我们叶医师的大学同学，以及我们叶医师的外甥女婿，我们的严成章先生。好，接下来我要请各位现场的贵宾把目光移到我们的电视。我们要介绍的是，其实呢，同一个时间呢，在美国呢，也有非常多的友人一起，还有贵宾们跟我们一同见证今天的启用仪式。大家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捐赠我们万件音乐珍藏者的叶思雅医师跟他的夫人张新慧女士。线上的还有包含我们叶医师夫妇的公子叶明清先生，还有他的千金叶明怡小姐，另外还有促成我们本次捐赠仪式的大功臣我们的徐千浪先生，以及著名音乐家马水龙教授的夫人徐子珍女士，她也在线，也在我们的线上，还有我们太平洋时报的社长林文正先生，以及台湾公益网电子报总编辑黄树仁先生，也在线上与我们一同见证今天的活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音乐其实呢可以抚慰人心，音乐呢是不分国界，也不受限于时空。我们感谢我们的叶医师夫妇无偿捐赠了万件的音乐珍藏给台南市的市民，那我们台南市的市民有机会聆听到这些美妙的音乐。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台南市的大家长黄伟哲市长上台为我们说几句话。好，谢谢哈。我们李明亮医师啊，也是我爸爸的同学，大学同学，感谢医师哈。还有我们今天来的贵宾，我们叶哲山局长、苏恩处长，还有我们这边的市立图书馆，从市立图书书麒麟图书馆，那里阿友金馆长，哦，咱代表市议会，那里汪启瑞秘书长，以及那里蔡旺泉议员，哦，这个王秘书、沈振东议员、陈秘书、洪友峰议员、陈秘书，啊，甲贾良凯议员，那里老主席。王定伟立委的这个林副主任哈，林建良副主任，以及咱的台北市的外甥婿哈，魏兴山哈，咱的颜新忠先生，啊，非常感谢伊，这个美国咱的叶医师哈，啊，以及啊张医师啊，先抗力哈，也是我爸爸的同学，哈，非常感谢，好，啊，这个以及叶。医师的公主哈，叶明清先生，啊，伊的
叶千金吼，叶明仪吼，小姐吼，啊，促成咱这边的关键的啊，这个啊，非常感谢咱的啊，徐天牛先生吼，徐千让先生，啊，以及马水龙教授的夫人吼，咱的啊，郭女士、郭徐子珍吼，郭朱丁女士。啊，咱的太平洋石浦的社长，咱的文静社长，啊，各位好朋友，啊，各位中华贵宾，大家早安，一个晚安吼，早安晚安，大家好。今天是非常欢喜吼，有这个荣幸来代表咱台南市184万市民来啊接受咱叶医师哦，甲啊先抗力吼。咱的啊，张医师哦，的关键啊，6000多块的这个黑胶的贴盘唱片，以及4000多块的这个 CD， 这拢是叶医师因非常宝贵的这个啊，值得珍惜的这个啊收藏品哦。啊，咱家伫考究啊纪念音乐图书馆的时阵哦。这个图书馆有足多的这个咱的啊音乐的这个收藏品。咱即摆现主持台南市嘛举办了第一届的这个台南国际音乐节吼，啊邀请了足多咱台湾杰出的这个主题吼，啊伫国际上有名的主题来参加，这点我是非常感谢。咱台南市是一个文化古都，除了有足多艺术甲文化的这个啊内幕，的这个啊内涵吼，这个底蕴以外呢，咱其实音乐上咱嘛是足好的啊，所以咱举办了第一届台南国际音乐节哦啊，这个非常感谢，咱嘛希望讲未来伫这个音乐的教育方面，会当予咱的后一代哦有更加多的这个。啊，这个素材啊，加内容，啊，所以非常感谢咱叶医师来哦，收集了一世人吼，啊，诶，这个珍贵的这个啊，这个贴盘哦，不管是黑黑胶的这个唱片，或者是 CD 啊，拢会当啊来啊捐赠予咱的图书馆，咱一定会好惜这笔的。啊，这边的这个收藏品，啊嘛希望讲会当提供较侪市民哦，培养伊对音乐的爱的这个教育，哦喜爱爱好，甲伊的习惯，哦爱听音乐，哦为予咱的未来，哦咱后一代的这个哦少年人，哦伊对不管是古典的，哦还是讲啊传统的音乐，甚至是咱过去的这哦的这个音乐作品，有较侪是会明白，较了解。多谢叶秘书。先抗力吼，啊，多谢咱啊严雪荣老师的夫人，啊，多谢咱的啊感谢吼，啊嘛感谢啊李明亮老师哦，咱的啊李书亮啊非常感谢在座，啊而且祝福大家拢平安健康，感谢大家，谢谢。捐赠者，我们的叶思雅医师，跟大家说几句话。OK， 我安尼讲。用心多一点血流，把人接触所在的空间来关注掌声一个心意。我在身边的各位朋友，我爱听到的开始。经过半个小时，我听到爱听到的修改，他开始到底第一天。东京
长。我开始很错误观念，过去应该是处长。在这个不够自信，但是这个台湾很大的建设，正是一些落后。我所看到的建设方式，或者应该完整，所以我开始考虑，这就是国家。不过这个是这个国家的管理最严重的管理的阶级做的。不过后来这些我去衡阳路的图书馆去拍摄顾问广泛政府我都开始修了。我老家的朋友你都去一个国家的书感觉这块广泛的一个广泛的政府。所以我们想开始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今生快乐的事情。之前我们告诉我们心里面，我们的一个或者也有研究的啊，我们一段的一个可能的感受，一个有那个一个小道具，后来我们有那个离开纽约出差发展中。所以拜了大家拜，然后时间我就去了纽约，去看看以后还是其他音乐厅去听音乐。有当时啊，我来去那个美术馆的老板，大部分我来过去的，一会看一看过去。所以纽拜了去纽约，我有时间就来上去那个休息啊。有什么好我就在这里等。中华业的时候我很想听从演员。我这些我的业务这边就按时过来到底讲一个在世间观众我会听参观演员的想法。我来美国一定有个规定这个是应该一直拢是阮生活的重心。不过欢喜的，就是阮的囝、甲祖囝，拢总有学应该。阮囝买过，恁来看到，伊是学迄个大提琴切咯。伊伫迄个耶鲁大学，甲旧金山大学伊含伊，迄阵拢有参加学校的教育个传承。阮查某囝小学二年级，伊学钢琴，啊，捌参加比赛就是第一名。啊，伊进入去耶鲁大学，去参加真出名的合唱团，耶鲁音乐团。啊，伫遐不单是即个美，club 的发展真正厉害。啊，伊也捌几乎各级真社团的各合唱团。啊，即个音乐合唱团有捌去台湾演奏，很少。这东西我们专家应该的市场环境和囡仔的这个概念，嗯，会听到我们甚至在因听到我们决定讲我们的手指，这个手指的甚至拢在上海在人做出关的时，伊拢是暂时。伊讲，讲伊阿伯有可能身体在外面，伊就唔愿意靠着做事管。第二个，我就是要见识较简单，所以我开始跟专职的唱片，跟他每个问题都搞上去了，不让他搞上去了呢。啊，同时还当跟某种客。用波箱去把它安照去安全嘛，所以我自己在这个标带经常讲过的。后来我做发电工，产品里面结果它是稳做产品，那就结束好。所以我呢用下去结果就是稳去安照去开会的时，我拢确实跟其他产品啊去会一挂，
所以我也劝你来给我们做对我想换你。而一九八零年开始，我这个女主的 CD 那个数位 CD 开始出来，啊 CD 是真方便，这边一张有差不多八十分的音嘛，安排来起来方便，所以我就开始学习。总是我听惯习就去听唱片，迄、那个声高级点，声甲这个那个 CD 甲唱片。像一个比喻，所以我决定要设计一个音乐欣赏室，用高级的音响设计来欣赏这个唱片。啊，最近搞了一款较高级的公司，出现了真高级的黑胶唱片。啊，伊是讲用180 gram 的黑胶为主，啊，我希望是一款来听，啊，我想想好。啊，我年纪大了。一个考虑讲，阮收集这五十几年诶唱片、甲 CD， 要安怎来，将来要安怎？啊，阮实际好用两年前这个 Chris 来阮家咧开讲，啊，阮互伊去看阮厝内诶唱片甲 CD 收集，啊，而且好是。在讲，本来在美国，我已经半世纪以上了，我的心也是在那边，所以我感觉讲有可能在宝贵的时机，当上台在那边，我上欢喜。啊，我少年人也同样关切个人领导，啊，个人领导爱个人领导，啊，开始之后，你讲在美国已经跟你在那边，你看见了吗？啊，这个一定系讲不落，讲不落去。甚至我决定讲，反正明年要上个大人课程，音乐教室办。啊，我告诉讲这个代志两年后，我来办已经是得啦，我足欢喜个。我感谢台湾市各市课程音乐教室办，真心地接受我的申请。啊，宣传我真侪来，真侪年来的宣传，特别是伫红馆长、胡世义先生，啊，甲郭志明女士的领导下，他设计安排这么好的所在来保存我的宣传。希望少年时代爱好好利用，对这应该说。用心因为成长环境，充实因为生活品质。因为这两年来，这个病毒 COVID-19 的世界性的传染，我无法度同这批台湾参加这个仪式，真感觉真可惜。都是阮特别感谢，就是阮安排的外快连线，和阮。甲亲戚朋友会当去外地来参加，阮特别感谢我的同学李明亮律师，伊代表阮来台南参加这个仪式。最后，幸亏在我祝福大家身体健康。50年来的珍藏。那这次呢，叶医师虽然无法回台亲自参与，但他刚刚也提到，他也特别委托了他的好朋友，同样也是我们的前卫生署的署长李明亮医师代表出席。那是不是呢？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李明亮医师上台来为我们大家说几句话？对不起，站在这里。叶市长，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施丽雅教授跟 Grace 夫人，我今天特别的高兴，这个事情呢发生在我的故乡台南。那我是台南土生土长的一个人，
那我今天顺便提一下，我们是1944年，不是民国44年，可能很多大概都还没有出生。那一年呢，我们一起进入到台大医学院。那你知道那个时候，每年台湾有很少数的人可以不考试进去，就进去，就是保送。叶教授，叶世雅教授是台北成功大学那一年保送进去，我是台南一中保送进去。我们在座的市长，他的爸爸，黄辉煌，医师，他是家中保送进去的。你看我们这么小小的一个集会里面，居然有三个人同时在那么少的机会进去，所以我们不只是同届，那台大把我们保送的学生放在一起去，一起小组在念书，在分组念书，我们那么是在那个小组里面，所以呢，我们这几个人呢，一路走下来，非常好的朋友，他们的成绩是学术，那个不用讲，他的爱好我们的都很熟悉。叶教授很喜欢唱歌，很喜欢古典音乐，他是我们那个台大医学院的那个唱 tenor 就是男高音的哈，那是唱的是非常好。那他呢，我们毕业之后，他在台大，大概是留了2-3年，然后就到就是 LA 去，然后到耶鲁，到纽约，到后来就在Philadelphia 叫做什么费城的一个医学院，叫做 Albert Einstein 医学院。那大理他是副长科，一直都是学副长科，在那里一直做研究教学，到后来变成那个医院的副长科的主任，在那里待了很久，后来呢就退休，就到LA 去，现在大概在 LA 附近在那里。他呢在教学中间、研究中间，一直都没有放弃对音乐的爱好。那夫人是国立艺专的这个毕业生，是主修是音乐，所以两个人呢志同道合，一起合作，一起研究。我想很简单的讲两三样事情。他呢，叶教授不只是音乐医学好，他呢好到可以当那个音乐老师。各位不晓得知道不知道？美国大概是 LA 那个地方有一个报纸叫做《台湾公益报》，我不晓得哪一个哪一个，我没有看过那个报本身，只是那个报呢用这个 newsletter 或者是用那个电脑网上里面都有台湾的网站上去，你可以用台湾公益Justice 台湾 Justice 或者这样就可以上去。那个报纸呢非常简单，可是非常精益，写得很好。你到首页一去，你可以看到台湾消息的摘要，美国还有世界都很简单，你没有时间的话就会看。其中呢有一个栏，请你注意一下，叫做周末漫谈音乐，它是讲这个音乐的很多很有兴趣的这个故事。那你要很多很有学问，你要很懂得很多，你才知道这些枝枝细节的这个默默的这个很细的地方，很有兴趣。这个作者呢，就是信雅，可以看到信就是信会，那太太的名字雅是思雅，两个人合起来，他还很尊重女性，把那个他太太的名字放在前面，叫信雅。他现在据我知道已经写了将近100篇，你们有空的话，你可以去看看他的生活在这个里面怎么样子去知道、学习到那些东西，那些有兴趣的东西也是他的知识里面了解音乐里面的一部分，而这个部分呢，它是收藏的最基本的原则，也就是参考的地方。所以他刚才讲是说要用学识还是用knowledge 去
收藏的，并不是说不然的话，我们到这个卖唱片的地方，啪一下子500张、300张，用一个 truck 就把它载回来，不是的，但是每一张它的故事好在哪里，是制片好、录音好，或者唱片的这个拉琴的那个演奏的好，它都里面都这些都有，所以它这个 collection 呢，它是真正的。就像我们一到这个中央研究院或者什么在中我们博物馆去，同样一个碗哦，有一个是哪一个皇帝哪一个时候的哪一个地方做的碗，跟我们随便10块钱20块钱去买完全不一样。那这么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很爱好音乐，很有 knowledge 的人的一辈子，他大概是他在美国50多年了哦。那这个 collection， 而且他的这个 knowledge 是从学生时代一直上去的，就有了。他去收集的东西一定是非常好。而这一份呢，从他一辈子这么收集，在美国一段时间，现在要回乡，那就回台湾，回台湾就是回台南，所以也是可以讲是说我们台南的那个很好的大的幸福。我还有没有时间？一个5分钟可以，有没有时间？可以吗？我问他，我说，光在我文青年哦，爱 DIY， 给你蛋糕摆下来。他写的很简单，他说哦，我要2点，请你帮我转达。啊，这2点很短，所以我现在念一下，我会翻译哦。他说我只要请你给我转达2点。第一，我念一下我的翻译 ：We love Taiwan, that we decide to donate our lifetime music collection to our home country, Taiwan。我们很喜爱台湾，因此我们决定把我们 lifetime， 就是整个一生的 music collection 的收集，捐赠给我爱的国家台湾。第二，我爱音乐，我先念音 We love music, have enjoyed music throughout my life. We hope our collection will inspire future generations in Taiwan to develop passion for good music. 我们很喜爱音乐，很欣赏音乐，我们一生都是这样子。我希望我们的收集会鼓励我们台湾的未来的世代，所以他们可以去发展出他们对好音乐的热爱。他就是，这是他说有这2点请你给我的，所以我就把它抄起来念给各位听。那他里面提到一个字呢，我觉得很好奇，不是很好奇，很感动。他是说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会对音乐去发展出passion， 啊 ，passion 就是热情、热爱那个。他形容他自己，用 passion， 他的 crazy passion，crazy 就是疯狂的哈，用你美的啊，有自己的哈，对这个极端的那个，比方面对 music 里面说，这个 crazy passion， 现在可能就讲到这样。他也希望这些东西呢，那个校园啊，尤其校园啊。那我去干今天，他也刚刚对家长激发了一些对音乐的爱好。那今天我就这么简单的，我应该我其实我很谢谢这位许石这位音乐的这个机构，可以把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少人做的，很少人愿意把一个这么大的 space 设立的那么好，那么热心的去规划，那么这个呢，这个种子放在台湾的古都，台南这个地方，今天谢谢各位啊，谢谢我的老朋友思雅跟 Grace， 谢谢你们，谢谢啊，希望这个场所这个地方呢，被记者先生小姐帮我们讲一下，希望更多人来看来听，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我们的李亚军。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叶成章先生上台，我们的市长要致赠感谢状，请叶成章先生来代表我们的叶一新夫妇接受
谢状。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谢谢我们的理事长帮我们移步到我们的信雅古典音乐珍藏专区。那也邀请我们李明亮医师、叶纯章先生以及我们现场的在座贵宾移动到我们的信雅古典音乐珍藏专区。我们要准备来做揭幕。那我就好，有。